十三的妹妹，去年上海解放刚找到，杨雪躺在老师养大的。为什么早不说？找都早告诉我。他都多大了？反正没你小。进屋吧。西安到北京，车上没睡吧？睡了。分了跟卧铺，睡了一路。特产。睡了一路。找面条，面壁沾军姿。听见没有？ 鉴于朝鲜半岛的严峻形势，我已正式命令美国海空军给予南朝鲜军队掩护和支持，向北朝鲜军队发起无限制攻击。 吃顿饭，给，你要的东西。<笑>你小子看了地形了？别叫我小子，我是人民解放军营教导员。我把我画的，给你比划比划。 我左手边就是西安，脚下就是潼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走陇海线东，转平汉线北上，贯穿华北平原，新乡、安阳、保定、最后。等我看遍景，所有的都画在本子里了。 既然图画了，你面的什么笔？你是老子呀！那你为什么骗我一路睡过来的？
为了你看到本的惊喜呗。还长不大。饭盒里是李晓给你做的饺子。走的时候和你妹妹告个别啊。爸，我妈到底怎么死的？你该告诉我了，我要归队了。等天下太平了，我再告诉你。爸，你多保重。李晓，李晓，你看见有水壶没有？你要走啊？啊。爸是怎么跟你说我的？他说，说挺对不起你的。收留我那家人很善良，我长大后才把身世告诉我，我不是亲生的，他们是养父母。现在有了你和爸，咱们有了自己的家。你还有任务呢，哥，你先走吧。家门钥匙，爸也拿了一把。爸，你要走了。爸，你什么时候回来？爸不能骗你，这次不知道。
地平里战斗打响以后，39军115伤亡，879人，40军参战的三个团伤亡1830余人，42军伤亡100余人，总计伤亡3300余人，70%以上是因为直接遭到火炮攻击。Chinese rations, fried flour and potatoes. 你 still think they can beat us with these weapons?是我指挥的，对这次的重大伤亡我要负责。彭总，国内增援的19兵团的3个军已经过江了。Ridgeway, do solemnly swear that I will serve honestly and faithfully in the discharge of my duties as the command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forces. The red team stands for the Chinese. We are the blue. We'll circle around to the rear and annihilate them. The Chinese have no rear defenses.Korea's east and west coasts, we will carry out landings as planned. While they lack defenses, bring in airborne tactical units to sever their path of retreat to China. I want you to go from frontal assault to a front and rear pincer movement. We'll be unable to repel such an offensive.At the banks of the Yalu, we left a trail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corpses behind us. If the enemy is behind us, the scheme of landing has been successful, we will really face a danger of destruction of the entire army. In the 44th battle, we have already turned back to the north and retreated to the 38th line.再撤要撤到哪里？撤回鸭绿江吗？为了争取战略主动权，我们反而应该先敌发起进攻，置之死地而后生。彭总，新增援的部队没有作战经验，老部队几场大仗打下来非常疲劳，真的需要休整。你需要休整？敌人不需要吗？敌人也需要。可是敌人要进攻了，我们必须在他们进攻之前打他个措手不及，让他们顾不得在我们背后登陆，让他们搞不成对我们的前后夹击。李梦一到，你上下部队敌我的情况都很了解，你说说。同意彭总的判断，不想撤回鸭绿江，只有进攻，没有别的选择。
小女孩没礼貌。这人老了就是爱挑理。哎，我叫你赵先生、赵叔、赵爸成了吧？前面63军逮了好多美国俘虏，等着我当翻译去了。少蒙我，63军还没打呢。走吧，63军还远着呢，我听哪儿去。好。哎哎，你看什么呢？问你话呢，说话呀！哪个问问呢？我问你呢，说话，干什么呢？你说话呀！李正，怎么欺负人啊？这怎么惹你了？谁让你天天给他们照相了？知不知道让刘什么好好的上路啊？我是战死记录员，这是我的工作。给刘什么照相，记下他们的名字，这是我们的传统。看见你们这帮暴骚子就来气！你说谁是暴骚的？谁是不会报的？他们的亲人需要知道他们牺牲在哪，他们是怎么牺牲的。我这么做，就是为了过了几十年以后，大家还能记住他们。只有他没有骨肉亲，他叫什么名字？他叫谷守柱，国民二团的，19岁。我们都叫得住呢。跟山羊们去加血的路上，与敌牺牲。你要去哪儿啊？63军。哎，你这有火柴了。哎，老张，他也是63军的，有调令，你也让他上车呗。到时候照办，我就让他上。我爸就在朝鲜了，想让我叫爸，还带去吧。哎，爸，哎，同志，看见一个伤员没有？人挺高，伤倒是好了，人是呆的，别见着。好，走，上那边。你谁啊？那你说话呢？其他部队不大声招呼，彭总忙啊，他不让你去，是去189师吧？是。啊，63军刚入朝，对美军没有作战经验，战场又是平原，敌人的坦克来了，恐怕挡不住啊。说的是啊，听说你有个儿子在188师，不光儿子，我那闺女也来朝鲜了，没见着呢。一家三口都到了，也许这是我们团圆的机会。你要保重。等等，这块塔是国内一个8岁小朋友夹在心里寄给志愿军的。到了188师见到你儿子，替我交给他。说了，本来不想打招呼的，远远看看你就行了。也对，当爹的不锻炼谁锻炼？到了同一个地方都不想打招呼。我还要去更南边的189师。189，爸，李晓怎么样了？
写信说来了朝鲜，走到哪儿还不知道。回旋过去了，部队等着我讲话呢。那就是你们营啊。要把仗打好了，争取不受伤。哎，上级命令咱们突破林金江，上来打的就是冰石营。听说是块硬骨头，可咱们是什么哑口？鼓掌！谁呀、啊？我爸。你爸？哟。就像断了的绳子，每一节都在，但是连不上了。平时傻愣愣的，记忆要靠引导才有可能恢复。
命令全军各部继续向南进攻，特别是63军，一定要突破敌人的临津江防线。Chasing us, but don't make contact, don't return fire. At the same time, bomb their supply lines. When the opportunity arrives, we'll turn and launch a surprise attack on a key site of Chihuahua. Yes, General, sir. Back to base. Yes, General.英里那么大的伤，遇到什么困难？军长，根本不是这个目标，比利时营是个重炮营。重炮营？是啊。我火炮的给你打半个基数，明天天亮之前把敌人阵地给我拿下来。是。参谋长，都有一向敌营现在消停了没有？
流血了。家人怎么样？起来。在哪个方向？在我们这儿。走！走了。
在幺八九这几天，美军就一直退，引得咱们一直追。不对劲儿啊！咱们上山看看。好。敌人掉头了，胖子，六十三军幺八九师几点？一路向南撤退的美军突然停了下来，重装装甲部队全部掉头面向我军。你们要反攻了？我们在困难的情况下发动五次战役，已经打破了敌人对我军南北夹击的企图。洪总，敌人反攻一定是想拿下铁岳，我们的后方战力基地就在那里，大量的伤员和物资需要时间转移。命令六十三军幺八七幺八八两个师在连川地区和铁原以南全力构筑防御工事，坚决守住铁原城。邓华到，命令我军进攻各部，立即掉头向北转移，要边打边撤。潘总，幺八九师的任务是什么？边打边撤的，就是幺八九师。送到后面去，全部送到二炮去备着。副总兵，收到我的电话了吗？报告彭总，收到了。敌人的进攻目的就是要拿下铁原，彭总命令我军第幺八九师在铁原以南阻击美军三昼夜，这样让幺八七幺八八两个师有时间可以完成铁原保卫战的准备。两个师的防御工事战士们已经挖放了，现在还在挖。六十三军任务艰巨啊，铁原守不住，我军将撤回鸭绿江以北。铁原守不住了，杀我这个司令员的头。明白了。六十三军有多少人？入朝的时候36000人，现在呢？机关后勤都算上不到25000。我告诉你副总兵，来打铁原的敌人有5万多人，兵力是你的2倍。7师、25师、28、29两个英国旅，装备我就不用说了。25000打50000人，清楚了。明年兵，32年，16岁当红军，今年35，跟张飞当年手当杨桥一个岁数，当杨桥头担旗生。下退曹操100万兵。彭总，六十三军将士全都听到了，接过太常员，幺八九师必须守住铁原以南3条线。是。能不能守住铁原是存亡之战，必须守。这么大的防御范围，我看只能全师分散开打。反常威武兵，在今后的3天之内，我们189师要分散成几百个小的作战单位，在铁原以南顶住正面进攻的敌人。每一个排，每一个班，还有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守住自己的阵地，让我们幺八九师的星星之火漫山遍野地烧起来，誓死也要在3天之中守住铁原的南方。每187、188师完成铁原外围的防御工事，争取胜利。
韩春玉，你过来一下。你是新来的补充兵啊？是怎么样？不对，你不是新兵，你是老兵，你会打仗，你和孙晴早就认识。你俩过去是一个部队的，我哪里光荣呢？我查你少管点。我不是查你，我是为了孙喜。杨春玉，要打大仗了。孙喜的战争失忆症还没好，他都忘了自己是谁，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把你们过去部队番号告诉我。我不配说出那个番号。别来了，杨春玉。不能让他就这么上战场，更不能让他就这么牺牲。把番号告诉我。是在二次战役的时候，有一支志愿军部队向敌后猛拆，却切断了军营里敌军的逃路。当他们赶到树藤站时，曹丁也恰恰赶到那里。这支部队的先头连就匆匆占领了其中路边一个很低的光光的小山岗，阻住敌人。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整整持续了八个小时，风中升来的敌军占领了山头。你们就给我打下去！最后，有生命的子弹都打光了，他们把枪一甩，往身上、帽子上冒出呜呜的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把要占领阵地的敌人给烧死。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淞沪风战斗。刺刀和敌人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来吧。王继川，邱万春，王继川，金玉堂，金玉忠，王文义，邱万春，邱万全，王金豪，赵希奇，隋金胜，李玉安，李振丹，张国胜，崔玉亮，李树国，还有戴如意和杨少成。
炮这会儿又停了，老张。这不就老美的套路吗？每轮炮击中间整个俩钟头。你说，我爸他们现在咋样了？哎，上级让咱们派一个排给189送弹药去，你带队，准能撞进去吧？真的？真的。那我去了啊！你给我电话。哎，老李，啊，你妹哪儿去了？她去前沿对美军广播去了。哎，等会儿，接着，咱缴获了，谢了，接。这是稿子，谢谢。不信。The enemy has been completely wiped out. Press forward. Yes, sir. Attention, U.S. Armed Forces. This is a broadcast from the Chinese Volunteer Army. Over the past 3 days.We have strongly resisted and slow your advance towards Q1. If you continue to try to reach Q1, you will not reach Q1. Don't listen to her, man! Consider this a warning. If you do not want to suffer even more casualties, stop the attack at once. Go home.我带来的肉烤一烤，就算是老子给儿子做第三番了，是吧？20多年头一回，还是西餐。来，啊，烫啊！哦，嗯，跟我说说，我妈做饭好吃吗？还是放不过你老子。飞到这儿还是要套我的实话啊，好吧，我告诉你，你妈是怎么死的，因为你有一句话说服了我。你说万一我们父子以后见不到了呢，就没机会再说了。李翔，你生下来就被送走了，跟着你爷爷奶奶，27年我在上海，那年大革命失败了，我也被国民党抓住了，幸幸是没打死跑了出来。那天夜里下着大雨，我跑回家的时候，你妈却不在家，只看见哇哇大哭的李晓。叛徒出卖了他，特务到家里来把你妈带走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那天晚上你妈和我是在同一个现场，可我们彼此都不知道你妈被打死了。我多么希望那天晚上逃出来的是他。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李翔，我一直没告诉你们，是怕你们受不了，因为你们都还太小。我把李晓送到上海一个安全的人家抚养，从那时候起，咱们这个家就散了。我和你们俩就没见过几次面，直到解放咱们才又聚到了一起。等到大省长回国，我们一家三口好好在一起。好啊。爸，李晓，你怎么也来了？爸，爸看到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一定会高兴的。哥让我去后方，为了我们我不去。爸，你看不听话吧，我管不了。
不许，咱不去。今天咱们家这朝鲜就算是团圆了。咱们要是我还待着，爸，我去年去了联合国，我也是带着家门钥匙去的。后来我向吴团长请求批准我参军来朝鲜。哪儿呢？前面这两位啊，对，他们。没多久，我的任务真的实现了。李小姐，你说完。爸，我跟你说，我们一家能在这儿见面，是对着今后的仗打得再苦再难，也值了。李小，敌人要上来了，带妹妹回后面去，快了。你们的阻击打得很好，幺八九三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立即撤回支援。快上前！
住！我要去找我爸。给我站住！爸死不了。同志们，豪生告诉我们可以回铁原阵地了，可我们还有好多人被冲散了，我们得把他们找回来，每一个活着的人都该回家。报告营长，敌人已经突破29的防线，正在向后方推进。知道了。是。老李啊，我听到了。刘正，市里通知开个会，我去一下，你做好接敌准备啊。杨天地到。走。营长，我还能做点什么？今天来是想听听使用过这些仿制武器的同志们说说问题。这真是你们造的？嗯，他很有奖。说问题。挺好的。什么意思？20斤的炸药包都炸不动的坦克一发穿，这还不好？你们造的太少了，这算不算问题？是问题，但是慢慢会多起来。想想靶组可是个好东西，就是30米开外转头有点飘，气密问题。我就知道有奇眼的钢材回收的陷阱没用。专家，这水炉在扔的时候总歪，不过没事了，已经克服了。这个是试验品，手榴弹是靠部位来保证方向，但是国产部暂时不合格。我好奇的是，怎么就没事了？怎么就克服了？带着头的水就抵近头掷呗。多远？10米。反坦克手榴弹杀伤半径20米，10米投弹你还活着？我要的是真实数据，不许吹牛。吹你娘的牛，不是我。那不是你是谁？叫他来。那时候被机枪撂倒了，班长捡起了手雷扔了过去。叫他来。班长王顺生，胶东人，在临清江战斗攻击敌坦克时牺牲。抵近投弹，方美制的无后坐力炮很好，就是重了些，连上炮架子要100多斤，要是单兵在30米的距离内能只用1分钟突破了就太好了。这个炮只加射程大约300米，为什么要进到30米？我们去训练也舍不得拿实弹，要有把握就只能抵近再抵近，炮太少了，不拖回来就没得用了，所以先让炮再轻点。后坐力炮，敌近开火。你们的伤亡比例是多少？20台坦克，3组的上去，打得好能回来1组。专家，我可以吃一个你的山果子吗？一人一个。
走！你干嘛去？把刀举回来！Tank patrol to test the waters. Send some armored units to the enemy lines to do some recon by fire. Yes, sir. Thank you.
我明白了我是谁，你还没告诉我你是谁呢。给我走。
trenches get filled in, how can they fight? You know what I mean, right? Yes, sir!那些都是美国人用坦克改造的自由艇，他们要把1888深圳机场的工事和掩体全部推平，让我们暂时无处可藏。大家好，你去找上级报告，向他们开炮，用大口径，一顿重炮砸过去，问题就都解决了。等等，这次我绝不乱跑，就在这等你。停，你走不去呀、啊！1888师没有炮弹，不可能。敌机轰炸运不上来，一发炮弹一条命，1888师只能死扛。
告诉他，我们甩掉了追击，还找到不少伤员。首长，背部弹击，战友牺牲了，机器也打乱了，联络不上。同志们，把飞机炮准备好。哎，就是飞机，这怎么波及？在南京叫日本人打死了，我不在。哎，这一下雨，这泥里的土腥味跟我们老家一个样。哎，今天芒种了，芒种田，芒种田，芒种后，芒种豆啊。你们河南种大豆，我们江西种芝麻，烦不烦？说的我都想家了。
扔了。不，就这儿。一只我们到了，快挖洞。Chinese folk song about homesickness that we sung during our war against the Japanese. The youth of West showed aggressors that we can never be defeated. The bullet from your gun might kill us, but it cannot kill this song. Zhang Lao San.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我的家在山西，过河还有300里。
them. Fire! Ah!
敌人撤退了。敌人看着是退了，实际上是在重新集结，攻势会更猛。三位师长有什么高见？我187在连川坚决守住。188呢？那要看守多久，敌人要攻得太猛，我是有困难。敌人是装甲部队，完全依靠车轮子，什么情况下有利于防守，不利于敌人进攻。军里有个意见。师长，我们一定守住一方，正在加固阵地。好，给我守住他，一定要把坚守部队运出来。是。另外，军里又给了你们一个新的任务，派一支小队去打开曹水水库，放水阻止美军的下一步进攻。坚持完成任务。给我一个排，我去。302排是人数最完整的，交给你。302排。松谷峰上我带的就是302排。任务很艰巨。知道。三连长，我要跟你一起去。不，你留下跟着江子仁。不，我要跟你去。怎么样，船员？副连长，我要跟你坦白一件事儿。还记得松谷峰我上面那辆坦克吗？为什么没炸了他？因为我害怕了。我让坦克耐下了山。杨传宇，我本来想把这件事埋了，继续战斗。可自从我在那儿看见了你，我这心里像被火烧了一样。这件事我要不说出来，我活不了了，副连长。我要给我自己一个交代，让我去吧。一、二、三、四、师长，过来。干嘛，李晓？你要出发了，我欠你一声谢谢没说。你谢我什么？谢谢你在林金江救了我。不是事儿。你也欠我一声谢谢没说。我谢你什么？你以为商鞅想你给你念的报纸啊？是我，是不是？是是是，他看你那样，急得老哭。谁哭了？哎，杨三弟，说什么呢？走了走了走了，走哪儿去啊？走啊！杨三弟，到家来，给陈云拍张合影。是，同志们，咱一营从出国到现在，还没有卖过一张军衣照。现在。还有个事儿，辛苦你把我妹送到后方来。我不是。马上要打的是一场恶仗，你必须撤回去。我不。将来什么都听你的。上什么大学，做什么工作，嫁给谁，都听你的。但是现在，你必须要听我的。我是你哥。
请你。陈，叫走人，我们走了。这里有人想阻止，走的。有人看见我妈，把她带回来。成。炸房就在那儿，敌人至少有几十人，不好打。我看了地形，只要开炸防水，那水会直奔188的阵地过去，美军的装甲部队就会陷入泥潭。敌人知道水库的重要性，才会守在这儿。我们天黑动手。是。These are the controls for the dam. Anything happens, you just have to press this button, and it will blow up the control system. No one will be able to open the sluice.敌人又要进攻188师的阵地，我们必须尽快打开水闸，放水过去。电闸坏了，我们只能用手打开闸门。
和孙连长带人去阻击，给闸房争取时间，其余人在这儿把阀门打开。是。同志们，大家放松点，这个时候把大伙聚在这儿啊，没别的，就是想跟大伙说说话。咱们虽说这前面的仗拼得很厉害，但咱也没让敌人占上便宜。现在咱们又把一发给打回来了，可是敌人不拿下铁原是绝对不会罢休的。怕不怕？不怕！怕不怕？不怕！我给大家看点东西，那是我离开家那天我没送我的一朵花。花虽然干了，可香味还在。好柿子的味道。给我闻闻。希望将来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盖房子，生小子，我喜欢闺女。我也是。小孙，三弟，你们回闸房，看看阀门打开没有，我不放心。走啊，走，拿着。
这就是悬崖了，没路了。188的阵地去了，放心。杨怎么样了？好。老李，跟我，老李。是。
We've been clear! Clear! Push on to the reservoir! Right there!水库的水已经放出来了，很快就会淹没敌人。你们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了。不管还剩多少人，你把营给我带回来。你听到了吗？李想，李想，李想，李想。军长，我们回不来了。营倒下了。
fight this whole fucking war.连川、高台山等地顽强顶住了攻势强大的美军，粉碎了敌人想攻占铁原断我退路的企图，把铁原变成了今天的大洋礁。63军个个都是猛将匪，我等着还向他们取经。Intelligence shows that the Chinese wounded and material are no longer in Sichuan. Also, the president today has just proposed 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Li Xiang, 听我说，后来我就再也没见过你爸。我一直在喊，一直在找，没有，找不到，你去也找不到。一定要找到他。